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 YSL 直播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YSL 不羁电台，和你一起2128。当然，今天啊，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来宾要现场跟大家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是谁呢？来，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是谁呢？哦，看到了，看到了，哦，对对对，欢迎我们的 SNH48 Dai Meng， 欢迎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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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坐，主持人哥哥好，Hello，Hello，Hello。 先跟我们的伙伴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戴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YSL FM 21.28不羁电台做客。是，欢迎我们的戴萌，欢迎。是，我知道，其实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这个跟 YSL 的合作，是在大阪百货生儿闪耀音乐派对上。哇，我记性好吧？熟啊，记性好吧？就是不一样。哎，那你觉得啊，过去了一年的时间，那你觉得上次跟这次？ 参加我们 YSL 的活动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其实我觉得，YSL 依然是那个很酷的 YSL， 但是我觉得我有成长，而且我去年是银发，然后今年是黑发，就是感觉跟今天这个主播台 DJ 台也很配。我觉得你依旧很闪耀，是吧？谢谢，依旧很呆萌，谢谢。是是是，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在我们的 YSL 的一个。 不羁电台是在 Y 这个新天地搭出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不错的一个完全是一比一模拟电台的一个这个造型，弹幕就打卡，对不对？我今天我刚刚在来这个直播间前面我才去打过卡，真的做的好漂亮，而且里面有那个真的是有那个 DJ 台，然后我还就是假装自己很会搞那个DJ，然后还拍了照片。是我刚刚其实有看到抢先版的这个独家照片哦，我都没看到，对，我觉得真的太好拍了。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想拍戴萌同款照片的话，就赶紧，怎么样能去呢？对，就是要跟我一样 get 这个同款的打卡，就是在我们那个新天地的那边，就是可以去直接打卡，而且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YSL 的公众号，预约一下入场打卡，一直到7月31号这个打卡地都在的，大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去。嗯，对对，其实天气慢慢会变热，但是会不下雨的，所以希望大家，比如说上海的朋友，包括来上海玩的朋友，都可以。 今天去进行一个这个线下打卡，拍出戴萌的同款的照片，是的，是的，当然今天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主题叫做和你一起2128。那这个主题有什么含义嘞？说到这个21，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嘴上涂的这个小金条21号色，应该就是了，是吧？是是是，就是不羁复古红，我觉得很符合我今天这个整个的衣服啊，包括这个搭配啊，整个这种感觉。对，其实今天戴萌穿了非常的闪耀，但是大家就是可能一眼能看到它的这个唇膏的颜色啊，非常的棒啊。我们的这个 21号的28号色是高阶胡萝卜色，当然大家看这个包装也很别致啊，它叫这个高定的鄂纹限量版。那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可以现在啊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左下角的购物车进行选购，我们的21号色跟28号色都会在那边。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个通关密语，就是在购物车任意选购产品之后，备注上我们今天的特邀来宾戴萌两个字。 就可以获得我左手边这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高定的黑色不羁容量超大的化妆包，也希望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进行一个选购。好的，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粉丝福利环节，也要特别说一说，准备了一个跟戴萌很一样啊，很闪的一款这个。 粉色上面都是这个五角星啊，星星包。那么这款包的获得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会在一会儿会告诉大家这个通关密语，各位可以刷在我们的弹幕上，然后由我们的戴萌为大家来抽出这个幸运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款包。当然前提是各位一定要去我们的 YSL 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先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啊，才能获得这个我们的这个非常漂亮的闪闪的包。是的，是的。好，我们说完我们今天这个。 粉丝福利之后啊，还是要聊一聊。当然，其实我知道啊，戴萌，那你这个跟粉丝们其实把这个我就先淘汰，好，先收走了。是，当然我们也是啊，事隔一年之后进行一个见面。那刚刚也聊到说啊，你觉得这一年你有长大了？那其实我知道你有参加过一个很热播的节目《青春有你2》嘛？是是是。那你觉得那个节目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跟成长？虽然只是短短的半年，但是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学到了很多，然后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就很开心。
是，那你觉得这个节目给你的收获，就是除了演，就是在演艺事业上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跟成长？嗯，就是其实因为一开始在去之前嘛，就是 SNH 就是河内，就给大家一种好像你们就是在河内不出来的感觉。哦。但是这次感觉就是打破了这种界限，然后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了一看。对对对，因为我知道上次我们 YSL 活动，其实你们几位是一起出场的，嗯、对对对，是我们小分队，对对对，有演出啊，包括就是大家可能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这个集体行动、嗯。那么这次可能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是、嗯、可能是需要个人的散发自己的魅力。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虽然也是以这样团队的形式，嗯、但是在节目当中到中期后期还是要就是每个人自己一定要发挥出自己的那个，就是把自己的个性展现出来嘛，对对对，然后才可以被观众看到。好，那其实节目之后啊，那最近在忙什么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其实当然除了我自己个人，可能刚从节目里出来之前有拍了一个戏，然后之后我们 SH48 Seven Senses 小分队马上就要回归了， okay. 然后明天就要开始排练新的舞蹈。哦，这么巧、哦。对，这么巧，就是这么巧，就是这么巧。这么巧。那这次什么样的歌曲能简单透露一点点？这次其实音乐风格跟之前都不太一样吧？这次算是一个有主题的，就是我们整张专辑是一个有一个大主题的。Okay. 概念，然后所有的歌曲都是为这个主题服务，而且我们自己也有参与作词作曲。哇，就是可能跟自己的创作更加的这个沾边了一个新的专辑。哎，那我知道其实啊，艺人平时非常的忙，包括歌手啊，可能你需要比如打歌的舞台啊，切换什么的，经常会熬夜。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能够在熬夜之后立马能恢复元气的一种秘诀分享一下？其实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就比较养生的，就是养生人嘛。是。然后所以说，但是我觉得熬夜。我觉得大家现在包括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可能主持人你也是，就是每天都熬夜，可能就晚睡早起，一共也没怎么睡觉。是。除了日常的这种保养啊、护肤啊、养生之外，我觉得就是妆容吧，可能也会就比较注意一点。像我就是就平时打底的话，就会就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出现在大众的面前都一定要就是化妆要美美的出现嘛，所以就会用气垫给自己就是把脸上的一些瑕疵遮的比较完善。像我就一直用这个 YSL 的银气垫，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款 YSL 的银气垫。是是，它这个包装就是非常的高贵，对，非常适合我。看我拿在手里跟我是一个配色，我就是这个银气垫的拟人。而且它是我觉得它是那种哑光的妆效，对，就是不会让见到真人的时候觉得你脸上油油的啊什么，它就是非常哑光非常自然，而且可以把你脸上的瑕疵都遮得很好，也不会让别人看出你好像是昨天晚上熬过夜的这种样子。对，没错，我们现在其实流行这个裸妆的一个妆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YSL 的银气垫非常适合。那现在很多朋友因为也戴口罩啊，可能就是就是可能会需要说戴完口罩之后立马进行一个上妆，那我觉得银气垫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各位可以直接在这个脸上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补妆，对，而且它也不会脱妆，对对对，就是妆效非常的持久。对，妆效非常持久之外啊，而且它是这个还有几个兄弟姐妹跟大家也安利一下，就同属于我们的这个恒久者持妆系列的产品啊，还有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在购物车里面进行一个选购啊，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粉底液啊等等这个产品，都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是的，那我们这个 YSL 银气垫也非常的厉害了，它还有一个这个天然矿物质成分，可以让这个实现一个高遮瑕而且并且裸妆的一个神奇效果。是的，是的，是是是。哦，当然啊，我们刚刚说完银气垫之后也不得不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还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购物车去进行一个选购，同样备注上我们的今天通关密语戴萌，可以获得我手上这一支高定的黑色化妆包啊，非常的好，非常好。是，当然刚刚也说到，其实你不是第一次跟 YSL 合作，对不对？上次也在大丸百货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是不是？那上次的产品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是我勃艮第红酒色的一个圆管口红。对对对。说实话，这个口红现在还在我的化妆包里。哇！而且这个圆管真的，我非常非常喜欢 YSL 的圆管金管的口红，因为它很滋润。像平时就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很不太爱化浓妆出门，就可能用一下银气垫打个底，然后涂个口红，人马上就出门了。对。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的快速又漂亮。没错没错。哎，其实我们的 YSL 这个品牌啊，里面基因部分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的元素，不得不说其实跟戴萌也是有关系的，就是音乐。那我们 YSL 跟音乐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这个关系。那我知道其实戴萌你在这个组合里面是一个 vocal 的角色，是不是？ vocal 担当。 vocal 是是是。哎，那你觉得啊，你自己个人最喜欢哪一场上这个自己的音乐一个风格？其实我在节目里面的每一次舞台，我其实都挺喜欢的，而且我在节目里每一次都是
就是比较暗黑风，就是其实跟我本人的性格跟我平时的风格都挺像的，就是又硬妹又暗黑风，所以感觉在节目里我给大家呈现出来的那种印象都是那种很酷然后很硬、嗯、很铁血的这种感觉。嗯，就是一个完全一个酷 girl 的形象、嗯、是不是？没错没错。哎，那你在音乐方面还聊一聊，有没有什么非常崇拜的偶像或者前辈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其实很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的一位老师，就是蔡依林老师，就是令老师，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唱跳都非常全能的，是，而且他非常非常努力。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他那种努力的精神，才可以更好的就是发展自己的这种事业吧，更好的完成自己的梦想。对对对，因为他不光是慢歌快歌都非常棒，而且他在乐坛其实很久时间，对，地位是非常大前辈，是在这个上面。对对对，大前辈，大前辈，对，大前辈。是，哎，那说到其实你现在可能很多歌都是以比较可能快速的歌为主、嗯，有没有什么想在音乐上的一些突破？其实我们、嗯、因为我们是组合嘛，可能组合如果是唱一个慢歌啊，会不会那么的有那种感染力，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人、嗯、觉得、哎、你们好像唱功也没有就是说那种到歌手的程度啊或者怎么样，是是是、嗯、但是大多数都是以唱跳为主的一些曲风嘛，然后可能之后小分队也会有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希望也可以跟、嗯、就我的团员们啊，就是大家一起探讨，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可能不是最初的公司给我们一些什么歌曲啊，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这个路线来，可能我们也是会参与到这个创作的那一部分当中来，嗯，所以就之后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嘛。我更喜欢更享受这种做女团的感觉，嗯，就比起可能自己一个人觉得还是没到位、啊、还是要走那种女团的，嗯，就是可能以后会多一些这种创作在音乐里面、嗯、对对对，去把自己的一些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嗯、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要多学习吧，嗯，就是还是要多学习多看。是是是，我觉得戴萌其实在音乐上还有他有这种突破的心，跟我们 YSL 这个不羁跟突破的这个风格也是非常的搭配啊。嗯、这种 YSL 品牌在这个美妆上面也是一直有追求这种不断的突破、啊，就很自由。是是是，嗯、自由不羁的一种灵魂，不羁然后很叛逆，就是这种红与黑，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有这种质感，这种氛围感。嗯、没错没错。当然，我们下面要进行一个很好玩的环节，叫做快问快答、嗯、游戏环节。是是是，可以让我们现场的朋友对戴萌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嗯、好，准备好了吗？好，如果说没有准备好，就是说还是得要开始。好，准备好了。好，第一个问题是，最怕问到什么问题？最怕问到你问我最怕问到什么问题？我什么问题都不怕，是我可以回答。OK， 好，第二个问题是，生活作息上是早起还是晚睡？又晚睡又早起，就是总而言之是熬夜精，不睡觉的人。对，不睡觉的人，我不需要睡觉。体力无限，精力无限。哎，第三个题是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什么？撸猫。撸猫。嗯，就我养了一个很可爱的布偶猫，然后我就没事一个人就是抱着它，妈妈爱你，就怎么样？就大家看我平时好像说话声音就是声音比较粗犷啊，但是我就是撸猫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就会变得比较小女生，变得比较温柔一点。是一个温柔的妈妈的感觉。妈妈，母亲母亲，对，猫母亲，猫母亲。好，最喜欢玩什么游戏？最喜欢最近比较喜欢玩那个剧本杀，实景剧本杀。哦，我看你微博上有发，密室逃脱是不是？实景剧本杀，对对对，哦、很喜欢去。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姐妹们一起、很开心。好，随身携带的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什么？当然是唇膏了，润润口红。对。好，我们下一道问题是，压力大的时候会做什么呢？压力大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那种吧，就是放放空啊，或者购物。压力大的时候购物，然后就是会跟我的猫说话，就会把我所有压力的事情都就是倾诉嘛，会找人倾诉、嗯、当然不是全都跟猫了，有的时候找不到朋友就跟猫，朋友比较忙的时候就跟猫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跟朋友去说一些自己的这个烦恼。嗯，就跟猫说烦恼的时候会不会猫就是不解的眼神看着你，觉得你这个人类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但是朋友就可以跟你就沟通交流嘛，就可能可以安慰到那个受伤的心灵。是是是、哦、哎，那说到朋友，那你跟朋友聚会嗯，最喜欢去哪里呢？最喜欢去剧本杀啊，剧本杀，最近是剧本杀。嗯，然后之前就是养生嘛，按摩、洗脚，就是按摩。对对对，去就可能会找一些比较放松的方式吧。那种、现在不是会很流行那种埋土？虽然这个啊，我先跟大家说，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好像据说是、但是是有那种放松的，就是有埋土，还有那个就是可以浮在那个漂浮，对，漂浮馆。
就是可据说是可以放松，但是我体验了一下，我觉得也就是还可以。反正洗脚是最好的，就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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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是按摩。来，那最近有听什么歌呢？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歌就是华莎的 Maria， 哦，刚出的新专辑，还有 Blackpink 的那个 How You Like That， 都是快歌啊。对对对。嗯，他的舞蹈你没有去 cover 是不是？有，最近有 cover，嗯，有找了小姐妹们一起 cover， 也很快乐。那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 Maria 赶紧发上来，一个人的版本，啊，solo 版，啊，就是说好的，安排安排安排。好，哎，那奶茶跟咖啡最爱哪个？奶茶跟咖啡啊，最爱奶茶。哎，那我看你刚刚女孩哪有女孩子不爱奶茶的？那我看你彩排时候喝的是咖啡啊。其实你的本命是奶茶，本命是奶茶，但咖啡是因为可以提神醒脑。公司的朋友在，所以对，哦，因为就是说大家想喝咖啡，我也喝咖啡。OK， 我很随性的。好，那奶茶要半糖还是全糖？奶茶怎么能喝半糖或全糖？当然是无糖。哦，真的，我发誓是无糖的。还是严格控制，严格控制，严格控制，喝要喝的，糖是不能加的。嗯，那最喜欢什么运动呢？最喜欢什么运动？其实我喜欢的都蛮，我是一个挺追求刺激的人。我之前去那个蹦过极，嗯，蹦极，然后跳伞，嗯，蹦极，还有那个什么射击、射箭、游泳，一些球类，羽毛球，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高尔夫？不是高尔夫，骑马。哦，骑马。就是比较。还有攀岩，我最近最想体验的一个是攀岩，就是室内攀岩，就是一定要刺激，很大运动量的那种刺激。还有爬山，还有爬山。哎，那我觉得你要去到新西兰，新西兰就作为极限运动的这个，我就是去之前就是去的新西兰，哦，还有一整套的，就是从蹦极、滑翔翼、皇后镇，对对对，它全部都有啊，对，而且很极限挑战的感觉，对，很极限。是是，来最喜欢穿衣的风格。就是舒服的风格，哦，不是这种闪闪惹人爱的感觉。就你我平时就是如果去买菜也穿成这样的话，就是会被围观。就平时可能就比较喜欢黑白色系，然后舒服一点，然后大 T 恤那种的，然后头发就是也是蓬松的那种头发，也不会梳的那么精英的感觉。戴个帽子，对对对，就是。我看微博上有发，怎么舒服怎么来。什么看房 style 是吧？就是要低调低调啊！对对对，融入大家，就坐地铁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啊！哎。好，刚刚说了那么多，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戴萌也是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了解。那其实我们要回顾一下戴萌这个演艺生涯，其实他是在12年的时候，嗯，就进入了我们这个，SNH48。对对对，嗯，那你觉得啊，当时什么样一个契机或者想法想入团的呢？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太符合这个 YSL 这个品牌的调性，就是不羁。嗯，我当时入团的理由非常的不羁，就是因为其实我是学法律的嘛，我大学的专业是法学，然后我大一。嗯的下半学期我加入的 SNH48， 然后我就为了 SNH48 休学了，嗯，然后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么叛逆过，而且我没有告诉爸爸妈妈，我就签了合同，嗯，就是回去合同甩在我爸面前说走吧休学。我太酷了，我当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做的最酷的一个决定。嗯，就是其实挺神奇的吧，就为了，嗯，可能那个我从来没有登上过的舞台，然后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会有将来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就踏上这个征程了。okay. 就挺勇敢的。那当时爸妈可能一开始有反对，对不对？对，因为我爸妈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家长嘛，就是他们的工作也是那种非常稳定，就一干二三十年的那种工作，他们会觉得你不是艺考生，也不是学艺术出身的，然后你去做这种行业，你就不会有什么未来，而且你放弃了你现在这个法学，可能你法律到时候，因为我当时在学校成绩还算就还行，虽然那个我们那个系就是人也不多啊，那就算还算一个算比较学习成绩算比较好的吧，中上、嗯，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你为什么会去，你从来没有去做过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敢去做，嗯。就挺疑惑的，但是现在爸妈还算是挺支持吧，因为毕竟我在这个团已经八年了，我现在已经快要毕业了，就是爸妈已经就是习惯了，就是还是父母嘛，总归是支持自己孩子的，嗯，不管做什么都是支持自己孩子的。是，其实我也感同身受，因为我当年学播音主持的时候，我爸妈其实也不支持我。嗯，那后来因为可能比如说自己为了这个梦想嘛，然后进了电视台之后，可能大家，爸妈也觉得是慢慢可能适应了你这样一个角色，嗯，那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儿子出现之后，也会有这种很开心的状态。原来是可以做，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是可以做这行的。对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戴萌萌爸爸妈妈也是一样的这个心态啊。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刚好高考刚刚也结束嘛，我觉得很多高考刚毕业的孩子其实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就是选择一个自己想要走的路。嗯。可以觉得叛逆跟不羁一次，也是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嗯，对吧？嗯。就是有这样一个选择机会，也不要这样错过。嗯。好，那我想聊一聊，其实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21.28，对不对？和你一起。那你21岁的时候，就是可能成团刚刚没几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天真和不知道自己。就不会为自己的未来会去想很多的一个人吧，就是很快，当时21岁很开心，因为我们有剧场，然后有舞台，有音乐，然后有唱跳，就大家十几个女孩子，就是岁数差不多女孩子在一起，就每天就是排练，然后上台，然后见到我们粉丝，然后每天去可能会去各个地方演出，当时就觉得很纯粹，就是很开心，我拥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就是展现，就是可以展示自己的机会啊，拥有很多吧，就是因为会有很多活动嘛，然后每次都是一次展示自己的舞台，就很满足，就是21岁的人就很自己就很知足了，就是一个很乐观向上的，对，很乐观向上。就是我以前也跟戴萌有很多次这种同台的机会，在你台的那个18期演出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女孩子可能当时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只要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在舞台上，就会觉得很开心。对，其实最开始。是很纯粹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不会有很多杂念啊，说什么一些实际上面的问题，反而就是想的很简单，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要去做，我要站上这个舞台，就非常简单。对，对，当然啊，说到了21这个数字，哎，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没错，就是我们的小金条21号色，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21号色，21号色是。那它也是一个高定鄂纹的一个这个造型，大家看一下，也是我们最新款的这个一个包装啊，各位可以去我们的天猫旗舰进行一个选购。那我知道今天我们的戴萌其实也是使用了这款，对不对？我今天其实是厚涂，就我现在嘴上涂的这个颜色就是这个21号色，不羁复古红，是不是看着就非常不羁，很酷？对，不羁复古红其实厚涂之后就会非常的正式，然后非常的有气场。那能不能跟大家来演示一下薄涂之后什么样的效果嘞？好，我就是把它涂在手上。好，看我现在薄涂一下，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蓝调的，对，红是很大气的一个颜色。老师切个特写看一下，是是，这个是我们 YSL 小金条21号色薄涂之后的一个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我涂多一点，看不出来。好。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亲自去进行一个试色，所以各位在 YSL 有专柜的地方可以线下去进行一个选购。当然我们今天这个21号色也是在天猫旗舰店就会有这个购物车的链接。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惠的福利环节，就是只要在你的购物车进行任意的选购，备注上戴萌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手中这个非常好看大气的这个 YSL 的黑色的化妆包。好，大家看一下，是是是。那其实21号色是一个蓝调的复古正红色，薄涂之后非常的显气色，那么厚涂之后就像我们戴萌这样子一样，能够气场全开，可以去一些比较正式啊或者比较隆重的场合，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是，而且它完全就是不挑人不挑皮。是，而且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天猫旗舰店还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高定的鄂纹版，就是戴萌手上这个我们的最新的一个包装版本的这个出现，各位可以去选购一下。好的。女孩子一听到限定，马上就送上我的钱包，就亮了，送上我的钱包。是，当然我们今天不光有我们的这个王牌啊，我们的21号的这个色，我们还有一个 YSL 的28号色，是我们的高定的这个高阶的非常好看的一个胡萝卜色啊，也是一个新色。是，我知道戴萌，其实你是2月8号生日，是不是？我觉得这款一定要也试一下。这不就是我的本命颜色吗？我一听到28，我眼睛都亮了。交给我们的戴萌来，让我。那这样子，我们先让戴萌把嘴上的21号色进行一个卸妆，然后涂上我们的这个胡萝卜的28号色，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嘞？当然，我们这来预告一下，我们在28号色之后啊，会进行一个简单的抽奖。送出我手上的在戴萌这里，那我手上这个又被拿走了，对，刚拿走了粉色星星的化妆包。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弹幕里面刷一下我们的28号 YSL 28，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非常亮丽、非常闪烁、非常实用的一个这个星星化妆包。好，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看看戴萌涂上28号色之后的一个效果。好，跟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的28号色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定的鄂纹的包装。哎，那大家涂的时候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次为了配合我们的天猫超品日，准备了一个，大家看到是一个
电台的一个造型的一个礼盒。那么这个礼盒里面会有我们的21号跟28号两种颜色，那分别有两只跟四只的一个组合，我给大家来稍微展示一下哦。它是一个抽屉式的一个形状，然后跟我们的小金条也是能够完美契合的一个造型。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获得它的话，就赶紧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进行一个选购，就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实用跟漂亮的礼盒。当然同样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直播间的时间啊，备注上戴萌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手上这个黑色的化妆包。好，我要开始涂28号色了。好，看看我的这个本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戴萌的手法哦。其实我们小金条的这个造型 也很适合上色来使用。当然我们这款的28号色就是薄涂之后啊，是一点点的橘调，而且非常有元气，而且显白。我觉得很多亚洲女孩子买口红的必须的元素就是哎，一定要显白，必须显白。所以我觉得这款真是也是完美的契合大家。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的28号色比21号色比起来哦，更加适合可能日常出街来使用。那薄涂之后我觉得立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比如说跟姐妹们去购物啊，下午茶逛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来先看一下戴萌薄涂28号色之后的效果。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刚刚的这个画面哦。哇，我一下子变得很元气很活力耶。对对对，这很适合嘟嘴拍个照啊，什么自拍都还不错。是，而且它的这个小金条，它这个设计就是非常适合涂那个勾勒唇形。对对对，唇峰就一下子就可以勾勒出来。对，很简单实用，而且它的造型也很别致。大家看一下哦，我们之前的金条是一个很标准的金色条，那么现在就是一个高定的鳄纹这个形状的一个造型，非常的好看，还很吸睛。那我觉得可能你从包里面拿出来这只之后，哎，可能都会问说，哎，有新款了吗？你的怎么长得跟我的不一样？赶紧去买哦，是限量版。对，新款，我一定要 get， 立马就有新款了。再用我这个银漆店，对，你看银漆店去补一补妆，立马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也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要快，因为就是可能姐妹就是比如厕所补个妆什么呢，银漆店跟小金条，哎，完美卡包。对的，而且一个小包就可以装下。对，这很小巧很实用。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就完美的已经进行一个另外一个颜色的展示，非常的快啊。好，我们镜头切个特写，来带我们摆个 pose， 你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个唇色跟刚刚有什么不同。哎，真的变得橘，就是那种很显白的有点橘调的颜色。对对对，橘棕色，而且不像刚刚就是变得更加的就是 nice， 更加亲和感。怎么是我刚刚不 nice？ 刚刚就是很冷峻，很冷峻。酷 girl 是、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了就是之后啊也会让心动，所以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呢购物车已经有啦，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购物车进行选购，今天备注上戴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黑色化妆包。当然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环节，那么现在就要来抽了。现在各位听一下哦，我们要在弹幕上刷出来 YSL28， 一共是五个字母 YSL28， 我们就会送出噔噔噔噔手上这个非常闪烁啊，非常闪耀的这个 YSL 的粉色的化妆包。那么麻烦大家先刷弹幕刷起来。好，那么一会儿要请我们的戴萌倒数之后抽出两个幸运朋友获得。 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机，我们来进行一个倒计时，好不好？来，戴萌，有请。我来抽吗？对。3、2、1，停。好，来，戴萌，念一下 ID 可以吗？来，谢谢。好。前两位。前两位。对。第一位是 T 下划线15154118294下划线0701，第二位是，哎，这个第二位的 ID 就短，是皮卡林鸭。恭喜这两位。好，恭喜这两位。好，看一下两位哦，我们的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放大一下好不好？来，放大一下，来，我们切一下特写，是，恭喜以上两位获得我们的 YSL 闪闪惹人爱的化妆包，恭喜，好，恭喜，恭喜！当然，各位不要走开哦，我们后面还有三个机会会抽出同款的化妆包。当然，我提示一下各位，刚刚两位幸运朋友哦，记得先去我们的 YSL 的天猫旗舰店一键加入我们的 YSL 的会员之后，在今天的24点以前联系我们的客服，才能获得这样一款非常棒的化妆包。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的21号色跟28号色也是一个显白的 couple， 所以还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款在我们前几场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到我们这款电台的一个礼盒，这也是我们 YSL 铺机电台推出的一个跟天猫合作的一个超品日的限量礼盒，那么里面会有我们这次的一个高定欧文版跟普通版的一个小金条的一个礼盒，分别是21号色跟28号色，给大家看一下，是，大家看一下哦。这个礼盒也好精致啊。对，很精致的一个礼盒。各位想拥有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左下角的购物车进行一个选购。好，好。当然啊，刚刚说完了我们的这两款非常棒的显白 couple 之后，我们还聊回的我们的戴萌的音乐生涯啊。刚刚说到，其实21岁的时候，这个你对其实对这个演艺圈不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对，是。那28岁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畅想？就对未来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有时候梦想或者说有一个追求？因为28岁的自己可能。就不是说可能吧，就肯定已经从就是 SNH48 毕业了嘛。对。然后其实我有很多粉丝也会问我毕业以后要去干嘛，就是他们很担心我说你毕业是就是毕业即等于退圈什么这种。当律师。就是可能就是不再去做这个行业，但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不会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舞台，我很热爱舞台，我就不管是什么。就会想方设法吧，会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因为我喜欢我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不可能去放弃它，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放弃它，不会说因为可能从团体毕业了然后我就离开这样子的。就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戴萌，就是他多转发，没有这么悲情，对，多转发多点赞，多支持戴萌的事业，把戴萌事业心打在公屏上。对，我们的戴萌之后出树专什么要买起来。当然我们今天的 YSL 有买，我们都是跟戴萌会长期合作，对不对？对，听到了吗，大家？听到了，承诺了，承诺了。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其实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戴萌是一个著名的养生歌。对，是不是非著名，非著名，非著名，非著名。哎，有没有什么养生的技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养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吧，就是可以贴那个足贴和肚脐贴，可以去湿气。还有就是要多，真的是要多泡脚。然后你可以买那个泡脚的电动的按摩桶，然后里面放那种艾草，然后放很多中药的那种药包，你可以去网上买，然后就每天晚上泡脚，用巨烫的水泡脚，就是把那个脚都要烫破的那种程度，然后就是可以去湿气，因为最近上海不是黄梅天嘛，就每一天都下雨，所以大家身体里那个湿气很重很重，就可能有些女生就是会觉得自己胖了，但你真的不是胖，你真的是肿。当你去湿气了以后，你会发现，哎，你这个腿很细很细，干细干细，脸也不肿了，腿也变细了，感觉瘦了十斤，就是因为你养对了身。哎，我这个说的好像我是那种卖药广告的，对，不是不是，真的不疼了，真的没有收任何的这个叫什么就广告费啊，是真的。但是公司也可以接起来哦，我们戴萌是可以养生大师，对，养生大师，养生大师。是刚刚说到这个足贴什么洗脚，非常的专业，对吧？非常专业的一个分享。当然，其实我知道你平常不光是很养生啊，也是一个很勤快的女孩子，就坚持健身，对不对？就不忙的时候会去健身房，然后也去健身房，也不仅是那个跑步什么的，还会做一些就可能拳击啊什么的，拳击啊，瑜伽，搏击那种很激烈的，因为有那个老师会教嘛。因为拳击上40分钟等于你跑了2个小时的步吧，就是消耗的。在计算卡路里。就是教练会这么跟你说，然后让你去吸引你去报这个拳击课啊。但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作用，对，当然其实不光是养生跟饮食之外啊，那其实饮食也非常重要，不光是这个就是饮食，我觉得像火锅啊、烧烤啊，包括像奶茶这些可能比较多卡路里的食物，自己平时有控制吗？还是说就是放开了吃？思想上是控制的，身体上就是说控制不住，很诚实。就是打开了 APP 之后就忍不住了。打开了 APP 就是都想点，而且每天你想发现你这个人想吃的东西很多很多，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的身体你的体重可能不允许你吃那么多东西，就像奶茶这种就完全很难戒掉。而上海奶茶店特别多，就是基本上你想喝什么你想喝什么奶茶都有，而且奶茶现在花样越来越多，里面是加各种的那种会让你发胖的东西，就各种高热量的那种东西都加在里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只有珍珠嘛，珍珠奶茶，对，然后2.5块一杯。对，然后现在什么椰果啊，然后什么上面加那个蛋糕奶盖对，还有加奥利奥那种起什么都有，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的奶茶真的是翻新的出。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奶茶要给我们的戴萌
来喝。这么好的吗？啊，谢谢 YSL， 太感谢了。是，当然不是真的奶茶，是我们的同款奶茶色的这个唇膏，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对，没错。那么这两款是我们的方管的 couple， 分别是啊，这个颜色也非常经典啊，我们的139跟141。两款非常好的奶茶，大家看一下方管的，是先放在戴蒙这里。我先看看啊，我不会拿走的，放心吧。对，这款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调的奶茶的色调，非常这个适合亚洲的朋友们，也是一个特调的色调。当然，我们先要讲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方管的141。那么方管的141啊，哎，戴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141。这个对，是我们的焦糖的奶茶颜色，那它也是一个非常浓郁的一个这个脏橘色。哇，给大家展示一下，是，给大家试一下在手上，手上上个色好了，我们看一看。大家也知道，脏橘色其实非常的显白。天哪，对，太显白了。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秋冬，就是你人穿上大衣的时候，好有气质。看这个，哎，老师，这下特写，这是我们的方管141焦糖奶茶色，非常的棒哦。给大家画个爱心。好，当然我觉得这款颜色其实啊，今天我们现场很多直播间朋友也在，可能是刚刚高考完之后要考大学的朋友们，那我觉得这款颜色其实还蛮适合我们这些可能对化妆技巧没有特别了解的女生们，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画完之后，你的皮肤的这个质感跟层次包括亮度都会立马提升，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就是很亲和力很强，然后大家可以立马的上手来使用。好，这是以上是我们的方管的141，当然还要说它的这个 couple， 这是我们的方管139，来带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叫做我们的这个奶盐奶茶色，哎，奶盐奶茶色就不一样了，一听名字感觉，又甜又盐。是，那这款就是它是有一个这个色泽非常饱满的一个缎光的质地，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质感的一个颜色，那也是我们的。皮肤比较白的女生们喜欢的一个豆沙的裸色，非常好看。是这个？对，给大家看一下，看大家，我们可以再切个特写，就是两款这个方管的奶茶色，其实拍出来之后，这个颜色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大家就是日常出街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状态跟颜色，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颜色。当然，我们这款的这个薄涂是一个裸豆沙色，那么厚涂之后啊，它是一个比较奶一点的，像棕色的感觉，裸棕色那种感觉。对对对，比较奶的棕色，也是会让你的女生变得更加的甜美可人。一下子就想到那种笑容，然后那种日系小姐姐的回眸，对，很温柔的感觉，很温柔的感觉。对对对，喜欢温柔风的朋友们，女孩子，对对 对, 对，可以来试一下、哦，这也是我们为亚洲女孩子特调的一个奶茶色。当然，说关了两款的我们的这个方管 couple 之后啊，也必须提一下我们的这个，没错，就是我们的434，我们的南瓜奶茶色是。那么这款是我们的黑管的唇釉，来、哦、来，戴萌，帮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是唇釉，是。其实我还挺喜欢用唇釉的，因为很持久，就是哦，而且这个，哇。它是那种漆光质地，对，漆光，而且它就是可能更加的轻薄一点，更加的淡一点点。它是一种就是种南瓜的一个这个奶茶色，就涂上就很像那种软糖的感觉，很适合那种嘟嘟唇。对对对，就是涂完之后就是少女偶像，可爱的 pose， 少女偶像不过如此。21岁的我，非常适合这个。十九岁的二十一岁。不，我觉得只要是那种有那种少女心，那你可能去迪士尼的时候啊，去那种游乐园的时候涂这个颜色真的很适合。对，就跟比如说跟男朋友约会啊，去这种游乐场啊，包括平常这种出去约会啊，涂上之后就会让你变得很可爱。是，当然最后还要提一下我们戴萌很熟悉的，来我们的圆管。哎呦，我太喜欢圆管了，我来闻闻它这个。这个、是我们的147，叫玫瑰奶茶。果然是熟悉的桃子味。我每次涂圆管的这个口红，我总觉得我在吃那种。特别桃子的糖，哇，玫瑰奶茶色，而且它很滋润，很滋润，可以当做润唇膏来使。对对对，就是夏天很多女孩会讲说，哎，我们其实嘴唇会比较干，因为夏天比较炎热嘛。我觉得这一支就可以满足两个作用，就是润唇膏跟简单的上色，就会让你的这个出街之后啊，整体的肤色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哇，真的是非常棒哎！哎，大家看一下最左边这个，对，这个，对。Oh, 我们的圆管玫瑰奶茶色，好，而且涂完之后你的皮肤变成了冷白色，对，你看我这块皮肤感觉就是很冷白的，很冷艳的一个小姐姐，酷 girl。 是，那以上就是我们四款的这个奶茶系列的全家福了。
当然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下角的购物车进行一个选购，我们四款会针对不同的人群，那么各位有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也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姐姐，详细咨询一下。是，那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奶，对，给大家看一下这四款，就是我们的奶茶姐妹，奶茶家族，对，奶茶大家族，一下全喝光每一种奶茶。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是这样，就是都喜欢，然后我就都买，就是奶茶也是如此，口红也是如此，就是往里面加很多料。对，每一种我都不能割舍。对对对，好。当然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任意加购我们的产品之后哦，备注上通关密语戴萌，可以获得我手上的这一支黑色限定复古不羁的化妆包。我觉得这个包真的很实用，你看，我们可以把现场所有的这个产品都可以放进去，也足够了。我觉得一支就足够。好，当然其实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姐妹们，你跟姐妹最近跳了一个这个，对， Blackpink 的 How You Like That， 啊，我也看了，非常的动感劲爆。哎，那你们这视频中是感觉很帅很干练，那你私下你们几个姐妹是如此吗？其实基本上，因为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那种话不多，话也多但人也狠的那种类型。就是大家是同样的类型的人嘛，才有更多的那种共同话题，所以说我和我的姐妹基本都是这种比较飒一点、比较洒脱一点的女孩子，就是气场很足的酷 girl，就是外表看着气场很足，但其实内下就是私底下的个性，是个软妹子，个性可能不是软妹吧，就是会有一点就可能和高冷的外表看起来不太一样，就可能会比较有趣吧。就是外表很高冷，然后其实内心很温柔。是的，如果你要是这么理解，我也是很赞同的。是，当然我们 YSL 就一款这个香水也是很契合我们的戴萌，没错。当当当当，哎，戴萌给大家演示吧。对，大家现在看到戴萌手中这个就是我们的 Libre 四亿之水，也是 YSL 最新推出一款非常棒的香水。哎，我们可以把它横过来放，就会不一样了。是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非常厉害在于它的 logo 是一个侧放式的 logo， 并且在瓶口的瓶侧是一个微型、对的，对，它这个设计很特别，对，很适合 YSL 这个 Y 字。当然大家看到我们的瓶盖上也是一个不规则的这个形状，就暗合了其实啊不羁啊、这种打破常规的定义，对，打破定义这种。哎，这不又是我吗？你看，这我就是他的拟人呀、然后他还戴上了女孩必备的项链，金项链。对对对，是，就是那种就现在女孩子出去不能只穿漂亮的衣服，对，配饰什么一定都要到位。她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孩子，你看这个腰带，看她这个项链。没错没错，当然这款四亿之水，它不光是外形非常的不羁跟突破常规，它的味道也有意思了。它这个味道其实是，哎，不，戴萌先试一下。应该是。是不是有橙花和薰衣草？哇，厉害了，厉害了！那毕竟我是天天用香水喷枕头的人。对对对，我们这款就是用摩洛哥这个橙花跟薰衣草，就是有一个刚柔并济的感觉。那么这款也是一个夫妻香调，能够让你的这个味道又变成又飒爽，然后又温柔。就是刚开始是甜甜的，但是你闻了，闻多了，闻多之后是苦，有一点点苦的那种味道。它就让你就是对对，就是感觉就是很酷的感觉，非常的又飒爽又柔美的一个香水，层次很丰富。对对对，哎，那说到香水之后，能不能安利一下？就是我知道平时你会喷枕头，对不对？对，我不仅喷枕头，喷被子，喷整个房间。就是，而且我每天要根据我的心情来喷，就不是每天都喷一种的香水，要喷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你还会喷猫吗？会，最近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我最近就是喷那个香水，可能我的猫比较喜欢闻。这猫其实很少有爱闻香水的猫，但我的猫很特别，可能它也是女明星吧，明星猫。然后它就很爱闻香水，我就会稍微一点点，当然不能多喷啊，因为小动物对这个香味比较敏感的，就一点点。那你说到其实香水的话自己喷的有什么技巧跟秘诀？我是那种，因为我喷的可能平时淡香水或者中性的那种香水比较多，它就不会很浓，所以你要喷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我就会就像这种手腕啊脖子，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腕脖子。以后我现在就是可能不方便动，我是那种动态喷香水，就是喷喷喷喷喷，然后冲进那个香水，环绕一圈，香水在里面旋转的那种类型，升格旋转，我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我香水喷的特别快。
而且要随身携带香水，就是心情好的时候要拿出来喷一喷，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拿出来喷一喷。OK，哦，当然我们这款 Libre 跟大家来说一下哦，我们这款还有30、50跟100不同的毫升哦，各位可以去我们的线下专卖店，包括天猫旗舰店选购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30的话就是出门去携带，携带比较方便，非常方便。那100的话就在家里面，可以喷整个房间啊，非常的实用。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是我们的小金条，我们的小金条 couple。那最后麻烦我们的这个戴萌，能不能在手上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的21号色跟28号色？好，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21号、28号色。28号就是我的本命颜色，对，高阶胡萝卜色。哎，大家看一下薄涂的效果哦。喂。好，这个是 YSL 小金条的28号色。好，那现在麻烦我们的戴萌涂一下21号色。21是我们的不羁复古红。哎，大家看出来明显有，明显是有一些区别。上面这个是28号色，下面这个是21号色。那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妹子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皮肤的状态，包括你去不同的场合进行一个选购。当然我们今天有很贴心的这个礼盒准备到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一定的选择强迫症的话，哎，没关系，可以带上这个礼盒，它里面有21跟28两种颜色，就是专治选择强迫症的女生们。而且这个礼盒特别漂亮，就是你把这个里面的口红拿走之后，你放在家里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个音箱。对对对，这种感觉就是一个电台的形状，非常好，而且抽拉式的设计非常棒。那么这款里面是有21和28号两种不同的颜色的选择，而且它也是我们的限量的包装，就是我们的高定的鳄纹的一个造型，大家看一下。对，这也是我们一个限量的一个包装，非常的棒。当然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如果你去购买到我们的这个礼盒的话，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备注上我们的暗语戴萌，就可以获得我手中这一支非常好看实用的黑色 的化妆包。对，黑色的化妆包，当当当当。所以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购物车进行选购。是的，是的。好，当然我们这款 Libre 的香水还没有说完啊。我们的这个 Libre 的香水其实在法语中是个自由的意思。Libre, 对，哎 ,Freedom。对。戴萌能不能教大家练一下这个单词，法语单词。Follow me. Libre.大家把 Libre 打在弹幕上，一定要那种性感的念，因为法语就是会给人家很性感的感觉，所以你不能 Libre， 你要 Libre， 要那种气声，半空气，就是说有那种很性感、很不羁的感觉。是的，是的，是的，是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只做我自己，就是这样感觉。对，就有一点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自由不羁。对，所以它的名字叫做肆意之水，肆意嘛，对，肆意，肆意洒脱。就非常好的一款香水，那咱们不光是造型非常别致啊，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夫妻香调的香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同样直播间的购物车进行一个选购咯。好，当然啊，我们的直播也是要即将告一段落，那么最后的时间啊，我们先来抽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大奖。刚刚跟大家预告过哦，就是我们在现场会抽出这个 YSL 的这个 bling bling 的星星闪闪钻钻的闪耀化妆包。那刚刚抽出两个朋友之后，我们还有三个名额，那么现在啊，各位一定要在弹幕上刷出来五个字哦，大家记一下 YSL 大卖，来弹幕刷起来 YSL 大卖，对 YSL 大卖 YSL 大卖啊，我们弹幕还没看到哎，来 YSL 大卖哦，大家说戴萌不要走，戴萌不要走，戴萌一直在啊，戴萌一直在你心里。是，来 YSL 大卖，开始了，开始说。好，我们准备一下，好，工作人员，来麻烦戴萌倒计时。好，3、2、1.5，1，咔。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位可以获奖。麻烦我们的戴萌来念一下获奖的 ID， 谢谢。好，获奖是前两位是不是？前三位。前三位，第一位叫做巴巴 Josie 爱笑。巴巴 Josie 爱笑，好。第二位叫做这里有鲜，这有鲜肉吗？这有鲜肉吗？第三位叫一颗小盐粒儿。
一颗小颜粒儿。我们来给屏幕的朋友们看一下，是的，来公平、公正、公开，对，看一下获奖名单，三个幸运的朋友获奖了。好，再次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当然，大家想拿到化妆包的朋友，一定要现在立马去我们的 YSL 的这个直播间，先一键加入我们的会员，然后并且给我们的24点前给我们的客服去备注留言，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化妆包。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把你的这个截图发给我们的客服，就是分享你在社交平台上的截图，包括微博啊、微信啊等等的一些截图发给客服，就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化妆包。当然最后还要在我们的购物车，大家不要忘记现在的时段，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咯，在现在的时段在我们的购物车进行一个选购任何产品，备注上暗语戴萌就可以获得，把戴萌打在私聊里，对，私聊里面备注一下戴萌就可以获得。哎，看一下，哎，戴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就拿走了，演示完每一个演示完的产品我都要带走。黑色的 YSL logo 的化妆包，黑色就很经典，适合各种各样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包就是说，哎，还能当手包用，哎，我很时髦哎。他可以把截图截一下发给戴萌，非常时髦。是是是，非常棒哦。开始摆拍，非常棒。好，我们再看一下弹幕，某萌老公别走，对，为什么还是某萌？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名字嘛，就可爱的语调，萌萌萌萌萌萌，戴总啊哈哈，好好看，戴萌。哈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你们，谢谢戴萌，谢谢。当然，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都在我这儿，对，都在我这儿。来吧，你来说，我来展示吧。我来说，来戴萌来展示。好，先是我们的小金条姐妹，就是21号色跟28号色。对，这是我们高定鄂文的限量包装，没错，21、28号色。好，购物车，购物车有哦。好，下面是我们的 YSL 银器店，来。当当当当，银器店补妆超级好，来银器店，而且外观很亮丽哦，很适合就是随身携带，差点要赔了，对，随时可以补妆，对，立马可以补妆，随时补妆，对，而且随时确认你的美貌，对，持妆效果非常的持久。好，下面是我们的奶茶四姐妹，来了，来看一看奶茶四姐妹，噔噔噔噔，好，大家看到奶茶四姐妹咯。对，奶茶四姐妹，适合不同的这个肌肤状况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去具体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是的，好，奶茶四姐妹，最后是我们的 Lip 四亿之水，来看一下。好，对，非常棒，非常棒。喷完你就是最酷的仔。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我们 YSL 的很多明星产品啊。当然各位如果意犹未尽的话，一定要去我们的 YSL 的在上海新天地的这个旗舰店进行个选购，我们里面有全系列的产品，包括到我们其他很多明星产品啊，像就是反转巴黎啊，包括到很多就是等等的系列产品，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一一的选购。当然我们在7月31号前，我们在今天搭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不羁电台，对的，可以去戴萌的同款景点打卡，对，戴萌同款景点打卡就可以去拍出来美美的照片发在朋友圈，可以发戴萌的同款同样的动作，对。好，那最后时间麻烦我们的戴萌先送一句祝福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可以吗？因为大家都在刷戴萌不要走，戴萌辛苦啦，宝贝们辛苦了，就是要跟我的粉丝说没事，我不会走的，我一直在你们的身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就是永远的记在你们的心里。戴萌不要做律师，做歌手，做歌手，做歌手，对对，就是非常爱大家，也非常谢谢大家一直以来这么支持我，然后我也会继续好好努力的，真的会好好努力的，说到做到，是，言出必行。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跟 YSL 合作的，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的 YSL？ 当然要祝我们 YSL 大卖，因为真的很喜欢 YSL 这个品牌，觉得它的很多怎么说算理念吧，就很喜欢很欣赏，而且它也跟很多音乐有很多音乐上面的合作，我觉得每一次包括我们上次生而闪耀也是一个那种音乐 party， 对，然后这次也是一个电台的形式，就感觉音乐和这样子的这种品牌的理念能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真的很难得，所以特别特别的喜欢 YSL，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YSL， 祝 YSL 大卖。好，谢谢戴萌。当然最后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哦，在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里面进行一个选购，备注戴萌就可以送同款的化妆包，当当当当。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戴萌今天莅临现场，谢谢我们的 YSL 陈若兰，谢谢谢谢。好，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直播间会继续，谢谢，再感谢戴萌。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康尼哥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